所有的 Gitcoin 和盖特都是独立的法人机构，和新中国联邦没有任何法人关系。我们新中国联邦人是最大的使用者和使用群体。我们非常的感谢盖特投资者和盖特工程师延续着和互利互尊互惠的和新中国联邦的这种合作精神。所以我们很急躁，很期待，很期盼。我们是盖特的亲爹，你们是亲妈，你们要把这孩子生出来，这是一个世界上第一个最有正义感的勇敢的孩子。当然过程很艰难，但是结果必须是圆满。我们在2023年中国的兔年到来的大年初一开门大吉，提前本来应该是6月4号或6月1号要上线的 Gitcoin， 在 Ken 的工程师 CTO 的领导下和盖特的所有团队的支持下提前上线。所以有些这样和那样的技术问题，根据我们现在一个世界上一个独立的最新的先驱的使用即金钱时间即金钱这样独立的自由媒体意义重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一小步，这是人类独立自由法治的民主的一大步。再次的感谢盖特工程师给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和灭共的英雄人提供这样自由的独立的这样平台，希望所有的战友们珍惜这个机会，来之不易。这里有无限的未来和无限的空间，让我们尽情的享受这个科技时代的文明吧。